时刻，不要走多了。十个，妈妈和我一起嚼了。嗯。哇哇哇哇哇！跳太多了吧？跳刺太多了。哎，我是。他粘了一大堆。走，谢谢。这是姥爷给我的。哎，你乐上好呗。我们是先放恐龙呢，还是先放植物呢？先放恐龙。放这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这样子。我今天晚上可以。走，可以。妈妈亮了。亮了。哇，都粘住了。哇，粘住太多了。好了。为什么让它散一散？然后那个小孩多搞笑的人呀，他说。妈妈，你说我。对，再按。剪鸡尾巴呀，鸡屁股，鸡屁股，屁股，这些是绳子抓不断。拿不出来。Oh my god！ 是你放出来呀？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哇！嗯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就在这里。Thank you.
做了这个草莓蛋挞，我们现在要去朋友家聚餐。这就好，端着。坐最后面 ，right？ 呀、yeah.。准备好了吗？你们？呀、yeah? ？啊？今天零下三十几度，我们出门去朋友家吃饭了。30。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哎呀，怎么这个顶还在这？你的撕下来什么样子啊？我看看。哦，哎，真的是小橘子，里面还可以剥开一扇扇的。哇，没有弄。哎呀，这个弄了。嗯，别扎到我头发。
嗯，好了，谢谢。Thank you.